3月31日，好莱坞电影《伦敦陷落》在北京举办首映红毯，导演巴巴克·纳加菲与男主角杰拉德·巴特勒出席助阵。红毯上的杰拉德·巴特勒除了与台下粉丝互动外，还为影迷送上了签名，引得台下粉丝尖叫不已。伦敦陷落讲述了跟随美国总统赴伦敦参加葬礼的特工班宁意外发现了一伙恐怖分子的阴谋，于是联手英国情报机构解决了这场即将席卷全球的危机的故事。酷六娱乐北京报道。